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今天呢是新单元的，这个新单元叫做跟着这样买。因为其实呢，我每次逛大卖场的时候，都会很好奇旁边人或者是前面的人到底买了什么。大家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就是我小时候超级爱逛大卖场，然后每一次呢，我都会偷偷看一下隔壁的推车放了什么。EC 他们呢会特别去找一位，就是 YouTuber 啊，或者是来宾，就是直接跟他要他平常去超市或是卖场的清单，从这个购物清单里面推敲出这个人是谁。大家就来看看到底他买了些什么，那我们就一起去超市看看吧。耶，准备要开买了。我个人真的是超级喜欢逛超市啊，大卖场。接下来我就要照着这个发票上面的明细来进行购物了。那我要开始逛超市咯。耶，这一模一样的品项哦。请问他挑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吗？因为他也不是说选最便宜的鸡蛋，因为像我去超市的时候，我通常选最便宜的鸡蛋。他买了一个差不多中价位的炸酱风味面，他喜欢吃重口味是不是？哎，这个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好饿哦。Ariel， 这里。这个真的很好用哎，我也都用这个。我来找一下小苏打洗碗巾，洗碗巾在会不会在同一区？哦，它在这里。小苏打啊，这里，这个，哎，感觉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，所以它可以洗蔬果，这好像很不错哎。我直接试用这个，哎，好棒，我好喜欢这个单元哦，这完全就还可以知道新产品。这里有樱花冻洁厕剂，我觉得在这附近，我先找这个。哎，她绝对是女生，她都选什么莓果樱花？哦，零食，好想去！这位小姐都不吃零食吗？哦，有啊，这个很好吃，起司条。她怎么没有买这个？哦，这个也好吃，啊，竟然有辣味的，自己加上去。对啊，拜托谁来买一下这个？我想要买。哦，那个也很好吃哎，我的起司条，干杯啊！哦，这句好危险哦。如果是平常时候，我就开始拿了。而且我莫名其妙哦，我逛这种 Jason 超市，或者是走出来是花5000多块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拿的。就东看到一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啊，好想买；西看到一个这个零食啊，好想吃，就通通都买了。哇，好多好多异国零食哦。哎，红豆、黑豆会不会在这里？美农区农会，这里不是哎。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好了，感觉不是这里。仙草冻，哦，我最近很爱吃，我想买哦。我突然觉得只能买上面的清单有点痛苦。好，哦，这个找到了，清晨农场黑豆，他有买酱油哎，而且日清乌龙碗面鸡蛋酱油，哎，我找不到日清这个到底在哪？日清乌龙碗面鸡蛋酱油，他会不会是泡面？哎，有可能哎，突破盲点，我在那边找酱油。对啊，日清都出面乌龙碗面。哦，对啦，乌龙碗，我还一直想说是酱油，好蠢啊！啊，这里找到了，我们去买洋芋片。我要因为饥饿而昏倒在这。他这是要喝的还是他拿来做料理？好可爱哦，海苔水梨汁啊，海胆这个，哦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这可以买两个吗？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海胆呢？耶，完成，我买完了，哇，大收获！我觉得再拿一个泡面，他应该不会发现。哦，炒面的明太子，他买一送一耶，好棒哦！好，我就要买这个，耶，好开心哦！我们去结账。而且我觉得刚刚那样买几样，感觉就是煮起来有点正式的东西，有点浪漫。这个人搞不好要煮什么
情人节餐，还是有约会的对象？前阵子是七夕。哦，对啊，有可能呢，因为我平常好像也不太会特意买那种爱心形状的面。桌上的这些呢，就是我们照着发票上面的清单买回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要准备来揭晓一下到底是谁。我跟你说，我10%觉得就是阿北玛利亚。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他。啊，燕燕仔，就是我，果然就是。对，会不会太好猜了？就是我。美玲哦，不对，讲错了，是刘美玲。哎，違いますよ。不是吗？刘美玲那就不是我。すみません、あのこれ宋洋洋さん。啊，ありがとう。我不知道是有吗？怕你吃不够，这个真的超级无敌好吃，加纳豆更好吃。而且超好笑的是，我那时候在看那个清单买的时候。他写什么日清的乌龙面的什么什么酱油，然后就说是酱油，我在酱油区找超久。あの大丈夫ですか？頭コンクリ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。为什么猜到我呢？太明显了，这么多日本的东西。我明明就故意买韩国的什么，还有烘黑豆雪。这个太少了，这太多都是日本，而且非常少女。而且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超神奇，这个。これはちょっと秘密ですよね。这秘密吗？我家马桶的秘密。就是装饰嘛，我不会上厕所。对，可是就是粉红色的厕所。对，就抖说哦，这个好浪漫，因为这个压下去说是一个萨库拉的形状。对，这个其实真的很好用。我第一次看到。真的，我小时候就妈妈在用。对，所以我习惯一直买这个东西。所以日本人一定会放一个在马桶里面。对，马桶里面一定有几朵花这样。真的真的，每个日本人都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蛮好，是防污。因为我以前就是马桶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没有贴这种东西，很容易会有那种脏污的残留。然后你就觉得马桶看起来很脏，但是用了这个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刷的次数变少了，它会一直保持很干净。所以在用的是，我用的是没有花的就是日本的是一般的那种直接粘一条的对对对，但没有花的，我去试用看看，有用看看的，变成玛利亚的味道，可以的。这是你平常用的洗碗巾吗？对，这个他竟然说什么洗蔬果也安心，你有拿来洗蔬果过吗？没有哎，我也是上次看到觉得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很神奇耶。可是这个也是很香，然后我喜欢的粉红色，对对，因为就是看到这两个东西，我想说这是玛利亚吧？对，很明显就是那种少女香气，然后用粉红色包装，然后他连这个柔软巾也都选很就是温柔的感觉，就是有宝贝。对，有温吗？这个没有哎，这个很香吗？我们一定闻不到的香。嘿，这个很香，我觉得。玛利亚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喜欢做家事，然后最喜欢的就是洗衣服。那我可以下次拿我家的给你洗吧。喜欢做家事。有那种很重要的衣服的话，一定要换加柔软巾。果然日本人都很注重细节，就是这每一样东西都会，我们可能洗衣服放一球，然后它会放到一个洗的，然后一个在柔软的保护的。这个也好好用，我也是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是干比较快，就是超方便。但有一个东西我看到想说，这个是该不会在家里要约会，所以煮这个东西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为什么要买一个爱心形状的？你是不是要约会？你煮饭是不是有谁在家里约会？很浪漫的烛光晚餐，说不定之后太神突然下来我家时候。因为他有买的，对对，是为太长买的。对，其实呢，我平常不太会喝这个东西，可是太长真的很爱喝，所以就是买一下。万一如果太长突然来我家，然后检查的时候，我有做这个的时候。OK， 然后再搭配这个爱心。对，其实有看到吗？那边有买那个迪士尼公主的面。有很多很多种。对，那你应该也有买公主的吧？其实真的有。有，然后就是这些就是装饰品当做放在那边也是很好看。
所以就买了。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一直弄错，什么？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啊，其实这个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，这个超级好吃，这个蛋黄。这个它真的有这个蛋吗？就是它有一个里面有几个包装，然后一个是蛋黄酱，真的是蛋黄一样一样。我想吃。对啊，要不要吃看看？可以吃的，可以吃吗？因为泡两碗，一碗就好，一碗就好，谢谢啊。这个，但是这个在那边买就是真的是快吃起来啊！换手，换手。他急到终于讲日文了，对，不是这里，吓到我，刚刚想说该不会开错吧，真的开错，果然是洋洋酸。蛋黄是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是のり，就是海带丝，然后这个是酱油的那个，然后这个是まろやか卵タレ，就是蛋黄。哦，就是那个蛋黄酱，等一下可以开看看。你真的有吃过这个吗？这个是我的经纪人推荐的啊，这个吃过吗？因为这个是这个很好吃，永兴的那边那个炸酱的，有点像是韩国最有名的，就是它那个黑色的炸酱面，就是那个味道。真的，你回去煮煮看，试试看。好啊，你平常会喝这个是水梨汁吗？对，我很爱喝这个，这也是韩国的。对，其实是我家有气泡水，然后加上一起喝，喝超级好喝啊！可惜现在没有气泡，还是你要现在喝，因为这单喝是真的假的？刚好，耶！怎么什么都有，这个好吃，但是它会有点像是吃那个比较干掉的炸地瓜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很特别的小呢，普通的洋芋片不一样，它是一块薯块吗？对，它有点像是台湾很喜欢的那种大的薯条，它是比较厚，有厚度的。对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比较扎实一点，但是很香，这个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看到你有买这个，我就超开心的。对啊，吃过了吗？很好吃，我喜欢那种。那我想问你，这个后来有吃了吗？还没。因为我很喜欢吃乌尼，它的乌尼妈咪就是好多的海胆的意思。身为乌尼的粉丝，一定要吃看看。哇，好香！等一下是洋芋片哎，啊你不，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鲜贝。是洋芋片？有血吗？这么不明显的地方写 potato chips 洋芋片，真的，我一直以为是鲜贝哎。啊，鲜贝会用这个包装吗？会啊，会。真的，日本人都没在看。对啊，你都没在看日文。是食べます。ウニ的味道，很ウニ耶，它有那个ウニ的海味。这个应该要买多一点。很好吃耶。对啊，很日本的洋芋片的味道。这个很好吃耶，它有那个ウニ的鲜味，那个味道很重，好吃耶。こ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好好吃哦。可以试试看那个水梨气泡水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它是水梨汁，是有那个沉淀物的，就是感觉是水梨的果肉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好日本哦。有吗？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日本会比较多卖那种果汁加气泡饮，像我觉得去居酒屋的话，会是这种有酒精的版本，这个只是没有酒精的版本。对，就是这个味道是日本的味道，就是那种调酒，日本的居酒屋的那种调酒就会有这个味道。来，我们玛利亚示范。这个本来有那个葱，哦 ，neki neki， 对，然后现在是这样。干干的感觉，对，状态。然后东北的就是乌龙面，就是比较扁啊，很像扁面的，它不是那种厚的，圆圆的。对对对对，先加这个吗？酱油，醤油。はい、これをかけます。这个就是酱油，里面附的。酱油，找到酱油了。はい。哦，搅拌一下。搅。其实东北有很多种，然后什么有绿色的是经典的，那个是我们在那个过年，我们过年跨年的时候会吃。哎，那个刚刚卖超级多的，哎，就是只剩下一个，真的，然后我就超想买的，真的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你要换这个蛋黄酱，びっくりですよ。これ真的びっくり。哦，見て，真的蛋黄的熊。我刚才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真的是蛋黄的颜色，这是蛋黄哎，对，好厉害哦，日本人太强了，不是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すごいですよね。蛋，
好吃，它吃的那个蛋黄，小孩子的蛋黄玉，好好吃哦。これは小孩子ですよね。然后这样搅一搅，拌一拌。这是蛋黄。对。好好吃哦，这个酱。海苔かけます。海苔。はい。哦，完了完了，这个又要买不到了。はい。完成了。完成。好香。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哇！我觉得真的今年最好吃的泡面。哇塞！超好吃，对不对？え、泣いてる。哭。好吃到哭。真的。これ美味しいですよね。我觉得它，因为一般可能是只有酱油面，可是酱油加上那个蛋黄就会有一个蛋香味。嗯。而且超级神奇的是，就一般我觉得蛋黄就是要很新鲜的味道，可是它这个好像自己有在处理过，所以它有蛋香味，可是完全不会有那种蛋腥味，就是哦，超级浓郁的蛋黄酱的味道。我真的觉得今年吃过的泡面里面最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加纳豆更好吃。真的加纳豆，对，你刚刚是买这个时候是不是想要买纳豆？对，其实想买纳豆，可是就觉得纳豆太明显了吧，纳豆就是我啊，对，百分之一百万，所以这个剩下我都要带回家。好，可以的，好好吃哦。是什么？这个我有买吗？哎，你竟然发现了？对啊，我想说这是什么？你记忆力也太好了吧？这是自己想买。我那时候就想说，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应该不会记得你买了什么吧？都是想说偷偷原木魂珠买一个，这种都是日本的东西，你应该不会发现。你这样发现了，太明显了，这个我没有买的行吗？啊，但是我没有吃过。但明太子的炒面感觉很好吃哎，看起来很好吃。那这个你可以带回去吃吃看。真的吗？嗯嗯嗯。但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你竟然会买这个冷冻的肉？对啊。因为我有去超级市场的时候爆买，然后差不多爆买日本人，对对，差不多一个月半，不一定吃马上吃，所以想说买冷冻的比较安全啊，就是至少它本来就是冷冻的，对，然后可能你要吃一点点的话，再拿回去冷冻，你也觉得比较安心。对对对，这些都是我的早餐，所以我的早餐就是满足，所以我早上一定要吃。番茄，然后我在家里饿的时候也是很想吃番茄。这个肉梨呢？肉梨也是早上吃，就是切一切，然后跟那个纳豆一起搅拌。到底要吃多少纳豆？纳豆加肉梨？纳豆很健康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便秘的时候呢。嗯。便秘的时候，纳豆加肉梨加泡菜，这才是肉菜。这次呢，非常谢谢玛利亚提供这个平常的购物的发票。对，我觉得新认识了很多商品，有几样真的觉得是一定要之后囤货。对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超级好吃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可能就是那个马桶，马桶去哪？对对，马桶去哪？这个芳香剂，对，大家都可以跟玛利亚一样变得香香的 ，shine shine 的那。马桶，马桶香香的马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玛利亚用过的这些东西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或是想要试试看哪一个。对，那这次特别谢谢玛利亚，不会，谢谢杨先生。这次应该算大成功，因为我完全预测到这就是玛利亚的清单。ちょっと悔しいですね。太容易了，真的？为什么？超简单，你太简单了。有吗？就我下一集再看看台湾人怎么买东西好了。对，你会吓到。真的吗？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可以啊，有点被看透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次的跟着这样买成功。那我们再次谢谢玛利亚，然后记得订阅玛利亚的频道，拜，还有 IGFB 都去通通追踪起来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